冷、地震、炎热、雪花。今天天气很暖和，不冷也不热，很舒服。今天天气很炎热，我要吃凉凉的冰淇淋。今天天气很冷，下雪有雪花。今天天气很不好，又冷又热，还有地震。今天天气太冷，我不要吃冰淇淋。你喜欢喝茶吗？是冷冷的。的时候，天气又冷又热。今天天气很暖和，不冷也不热，很舒服。今天天气很炎热，我要吃凉凉的冰淇淋。今天天气很冷，下雪有雪花。今天天气很不好，又冷又热，还有地震。外祖父喜欢白色和黑色，他喜欢穿白上衣和黑短裤，他不喜欢穿西装。外祖母喜欢绿色，她的裙子是绿色，鞋子也是绿色。姑妈喜欢黑色，她的书包是黑色，她的裤子也是黑色。姑父喜欢红色，他有许多红色的外套。一。外祖父喜欢什么颜色？二，外祖母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裙子？三，为什么姑妈有黑色的书包和裤子？姑父喜欢什么颜色？